吹吉避凶有办法，乱咁摆嘢好惊吓。家居风水点摆好，师傅教你应点做。旺来八八。星期四晚上十点钟，往来八八一个钟头的玄学风水的资讯节目。我们每一集呢有不同的话题，亦都有时候有一些外景看到，即是有些朋友呢希望我们的师傅能够去到现场帮他看一看风水。我们继续有拍摄的，就按时就会播出来的。如果你都有这需要的话，都可以跟我们联络的。咁啊，将你嘅资料啦 send 嚟9884499呢个 WhatsApp 嘅电话啦，影啲相啊、片啊，同埋点解咁样啦。咁啊，嚟紧落嚟咧都有唔少嘅外景会睇到嘅。不过今晚咧就暂时未睇到住先，因为我哋都有一啲嘅话题咧会倾下偈。咁今晚同我哋越洋倾偈嘅就有啊廖子龙师傅啦，师傅。Hello， 各位观众、各位听众好。咦，师傅个眼镜系蓝色定唔系嘅？定系打咗上去？哦，可能会反光嘅。哇，系啊，好型喎！啊，反光变咗蓝色个佢个眼镜，你有冇见到啊？可能佢反，可能个 mon 个 mon 啊反光。系啊，个 mon 反咗光啊！好啦，我哋今日有个话题，咁但系未开个话题之前咧，今日我哋。今晚吓，其实可能大家有时间睇下节目啦，因为听日公众假期啊，听日就系重阳节啦，师傅。咁日本就冇啦、哦，日本就唔会有呢啲特别嘅拜山嘅节日噶啦，系咪啊？冇噶啦，应该有。日本嚟计，日本都有，佢哋就兴呢个盘系咯，盘节咯，盘节即系我哋讲嗰个，我哋即系相等于之前嗰个月啦。七月十四嗰啲咯，农历七月嗰个月份咯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咁啊，咁我哋即系香港就有呢、這个大家都知啦吓，听日就放假啦，咁啊就会去拜山，但系其实拜山咁除咗拜山之外，亦都话登高啦，咁所以今日个天气咧，喂，真系啱啱好啊，系突然间凉咗啊，直情我觉得今日咧系秋意啊，直情有秋意啊，今日个黄昏啊，系啦，咁啊前几日都冇嘅，都有落廿六七度噶。因為琴日因為先啱啱八號嗰日咧，就入咗我哋二十四節氣入邊，其中一個節氣係啦，白露。哦，白露。係啦，咁你有講就基本上就真係真正正秋天開始噶啦。係啦，咁所以雖然都遲咗，有時我哋香港嘅氣温咧，同呢啲所謂嚇。中国传统落嚟嘅节气咧，系唔成正比嘅，有时都唔成正比。而家全世界都系咁啦。系啦，即系。其实日本都系啊。系咪啊？即系好似呢一两日东京至稍为凉啲啫嘛。哦，系咩？系啊，啱啱早个礼拜都仲成三十几度啊。哇，咁都夸张喎。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咁啊，冇办法啦，呢啲全球暖化嘅问题啦，都系。系啊。你讲啲天然现象或者即系讲下呢啲气节咁样，我哋先倾下呢个话题先啦。咁究竟系唔系一定要去登高啊、拜山啊？咁即系听日呢个时间啊，师傅，你觉得咧？如果有啲人系我都唔使啦，啱啱七月至又做咗副战啦，咁又需唔需要去拜山呢？或者系咪一定要做呢件事咧？登高咧咁样，如果唔做，会唔会对运气唔好咧？咁样会唔会咧？其实就唔会嘅，呢一啲我哋正如讲嘅随心嘅，嗯。咁不過有一樣嘢就要注意咯。如果真係啱啱先有，即係嗰位先人咧，就啱啱先，譬如講係講今年過咗身嘅，即係講清明之後，今年清明之後過身嘅。係。咁理論上咧，就去到出年清明咧，先至去拜。嗯。就拜正就拜正日，反而聽日重陽就唔好去咯。呢啲係咪叫咩新山係嘛？係啦，就係咁樣。咩新山不過社係嘛？系啦，就系、是、啦，系啦，就唔应该拜嘅。系啦，咁嚟讲，去到出年清明正日嘅再拜，拜咗会点咧？唔知道。其实嚟计，我哋即系讲嗰个意头上面就唔系咁好啦。系，就即系嚟讲，我哋喜事，我哋嚟讲就适宜重啦。嗯，咁你呢一啲，我哋重阳节有嗰个重嗰个意思，哦，同埋嚟讲又变得你。即係佢又講就會有一樣嘢，就係講話未到出年清明，未夠一年就再去呢啲咁樣就
始終嚟講唔係咁好嘅。哦 ，OK， 好啦，嗱，所以就用今日呢一個少少嘅引子啊，就 lead in 到我哋今日嘅話題啦。其實今日咧都會講下即係人生裏邊一啲嘅關卡啊、關口啊，有啲咩嘅時間要特別留意啊，咩嘅喜事啊、喪事啊，咁樣即係可能有時唔知噶嘛。咁呢啲關口可能會對自己有啲影響嘅。好啦，咁例如係咩關口咁樣咧？嗱，首先一個人生啊，即係劉來翔都，我哋當而家嚇科學發達啦、昌明啦，咁七八十歲都可能比較普遍啦，係咪先？係，尤其是日本都係啦嚇，一個 aging 嘅地方啦，咁樣啦，係啦。咁人生所謂嘅關口有邊幾個，或者在玄學上邊有啲咩要特別留意？所謂嘅關口係啲咩咧？係咪就係話我每逢到十九、廿九、三十九、四十九、五十九歲呢啲，係咪叫其中一個關口咁樣去理解咧？其實咧，我嚟睇咧，你話如果十九、廿九、三十九、四十九咁嚟計，逢九咧就要注意嘅，其實我覺得就冇太大關係嘅。哦，係咪啊？反而就係講緊咧，五十九到六十。哦，好多人我哋正如講嘅，真係噶，好多人是唔過六十啊。过唔到，点解咧？因为我哋六十，我哋中国有句说话啦，人生嘅六十就古来稀啊嘛。系，咁啊六十岁嚟讲咧，我哋就啱啱先就一个还力，系啊，一个六十甲子嘅还力。嗯，咁就佢哋好讲，即系话，去到六十就行第二个 round 噶啦。嗯，咁即系话你去到六十嘅时间。嗰六十甲子你就已經行運曬，嗯，但係有陣時有我哋計嘅，有陣時有啲人個命嘅，如果個命稍微弱啊，或者佢本身我哋所講叫做偏夫啦，嚇，即係佢又講即係叫做有缺陷嘅話咧，係好多時就會容易就係講緊係五啊八、五啊九啊嗰啲時間咧，就或者可能會有事咁樣。咦？咩為之偏夫先？即係點樣為之有嗱偏夫咧？嗱，我哋所講叫做偏夫咧。我哋命咧就分兩種，基本上就分兩種嘅，咁就有分我哋分強同弱啦，最基本呢兩種。即身強同身弱係咪？係啦，咁但係有一啲就好特，有啲特別嘅例子嘅。嗯。咁到啲就再另計啦。咁但係我淨係講呢兩樣就係佔咗大概七八成人嘅。嗯。強同埋弱。啊，即係我哋佢想強弱命嚇，係、啊。咁我哋強命嚟計咧，如果佢強到某一個地步，佢哋有講或者佢本身嗰啲舊神唔夠啊，嚇、啊！即係嗰啲我哋所講嗰啲舊神唔夠咧，就為之叫做偏夫咗。咦？等陣先，有啲深啦。嗱、嗯，本身係強到咩話？強到咧，即係話又尊旺唔到。尊旺唔成啦！如果強到某個地步，可以尊旺得成，就變咗另外一種命格喎。哦，就係我哋所講叫尊旺命咯。係，但係如果你計咧，如果淨係強，但係有瑕疵嘅強，哦，而本身佢哋都講我哋所講嗰啲舊神唔夠啊，即係個用神嗰啲舊神唔夠咧，咁嚟講就叫做偏夫啦。哇，咁好複雜嘅，係要計嘅喎。係啊，係啊，咁嚟講係啦。另外我哋另外一種就叫做弱命啦。係啊，弱命嚟講咧，如果譬如個命佢本身真係太弱，但係弱到又唔能夠從嘅。哦，從我哋佢所講即係棄而從捨，咁啊，即係變咗用另外啲用神嘅弱到，即係又唔係嗰只，但係淨係得個弱，但係咧嗰個印又唔夠嘅話咧。即係嗰個助神唔夠嘅話咧，嗯，咁我哋佢所講呢啲亦都係有問題。哇！我哋而家咁樣聽咧，其實係唔會知道自己係屬於邊種嘅喎，係唔會識計嘅喎。基本上要攞個出生年月日同埋個出世時間，其實一望，如果我哋識睇嘅，即係基本上我十零秒我都可以望得到。其實身強同身弱，大家都唔識睇啦，照計係咪啊？理論上有很多派的學說，但是你說要真正要捉到用神呢，其實你計就是有難度的。我們不是只是計這個夏天就一定，他們有說就是個火就一定旺，是對的，但是個問題不是只是計寒熱，寒熱只不過是一個輔助，我們定我們本身那個即是本身那個即是我們那個八字的用神
咁基本上我哋夏天都一樣有屬水啊、屬金啊，之此類嘅即係嘅五行嘅人噶嘛。咁你冬天又有屬火嘅人噶嘛。咁但係嗰陣時候我哋就係以嗰個春夏秋冬嚟到計咧，就係、是、嗰個本身嗰個強到咩地步，或者弱到邊個地步，我哋個當係一個。是一个辅助性来看，但其实看他外表那些可不可以知道，就是这个人性格很 tough 的，很坚强的，或者一个很内弱的宅男的，可不可以这样计就知道他其实很容易捞乱，是不行的，这样好，是啊，真的哦，不可以这样看，我们正说眼镜和骨强是两回事来的，是有时候有些为拗而拗的，OK，咁如果心急嚟到讲，心急同冲动咧，咁你都系好似嘅，系吓，咁所以嚟到讲就唔能够以佢嗰个性格嚟到定。咁你讲当然有阵时我哋譬如话个样啊，或者诶冇噶啦，又系冇噶啦，冇错啊，话明系精华片段嚟嘅，咁所以只要你读呢个 QR code 成为我哋嘅付费会员，就睇晒我哋全部节目噶啦。